打卡新加坡周末农场。对，我就是看到这边有宠物，本来这个都是他们自己带狗来的，然后可以在这边用餐。哇，这里的树都可以买。对，这边这是老板收藏的车，我们今天养眼了，看看哈，这种是叫做古董车啊。嗯，对，可以去看一下。就相当于你这个是你的后花园了哈。对对对，盆栽花园，姐妹们看到没？哎呦，我最喜欢花了，太漂亮了。什么样的花都有，我们参观一下哈。哇，这个所有的都是卖的哈。这个是虎尾，虎尾也是虎尾。哇，太漂亮了！哇，姐妹们真的太漂亮了。好像我们喜欢绿色植物的，喜欢花的哈，来到这儿真的是感觉到了这个秘密花园哈。现在是本宫今天哈游这个游皇上的后花园，看到没有？我们参观一下，挺大的，什么植物都有，然后掉的也有，然后这些你喜欢的相中了的哈都可以买回家的，好大哦。非常非常的大，一会儿我想买那个虎皮兰，这个我也挺喜欢的。就是一种，比如说你在先挑好植物，嗯，先挑你喜欢的盆，哦，然后挑你自己喜欢的盆哈植物，然后呢，姐妹们那边呢有那个好像花瓶一样的那个啊这些，然后你他给你配，这个很多小可爱的小盆，这个呢是老板自己收藏的，这每一款哈只有一件，哇，真惨的。这个应该是花盆哈，嗯，非常非常的轻，很酷，非常轻，嗯，但力气比较小，哇，真的是很轻哎，这个放回家了，嗯，喜欢，比泥土还干净的叫内坎，买这个就不用放土了，所以这边跟植物有关的所有的哈，像我们看到这个是他老板自己设计的，拿到新加坡的园林设计金奖，据说呢这个孙燕姿在这儿拍 MTV 的 ，OK， 哇，很幽静。现在我们来到了 Gallery 这个厂区看一下，哇，太漂亮了，姐妹们看到没有，这是他们得到奖的园林设计，真的好漂亮，我太想搬回家了，这觉得太美了，哇，哎呀，真的太可爱了，漂亮，是是，哎，有点湿湿的，真的是真的那种哈、啊。嗯，对，不需要，但是你还不再浇水了，又不需要浇水，这有点神奇嘛、啊。嗯。第二集 Vlog 精彩继续。